哇，这不是幻觉吧？太美了，太神奇了。我要在这里待一辈子，我要研究，我要好好的研究。哎，你们快看，那边有人。我们去看看。好。小川，小川，别怕。儿子，真的是你吗？是你，妈。小川，这段时间你到哪儿去了？怎么一点音信都没有啊？小川，我们在宝盒里发现了一封信，署名是你的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个人。来，这是我的爸爸妈妈，那个是大川，就是我的哥哥。玉树，有礼了。玉树，你就是信里说的那个玉树。那封信真是你写的？是我写的。是在你失踪前刚写的，还是？那封信的确是在汉文帝后七年所写。我跟玉树已经整整活了2000年。2000年？难道我已经在这里待了2000年了？是的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。小川，你们是通过什么方法回去的？就算你回到了秦代，可是你们现在还活着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是宝盒把我带到过去的。我打开宝盒的瞬间，突然出现了一道白光，然后我就去到了秦朝。接着我就一天一天活了2000年。大川，你是不是有一个网友叫做千年老妖？是啊。他是不是对历史了如指掌？对啊，他对考古知识的了解比我还多。那个人就是我。历史对于你们来说是资料，是文物，是考古推测，可是对于我却是2000年里每一天真实的生活。所以我起了这个名字，并且和你交上了朋友。难怪千年老妖什么都知道。其实我一直在关注爸爸和妈妈，每一天我都在你们身边。这么说你一直偷偷地看着我们，即便在你失踪以后？没错，那也是我最痛苦的地方。我明明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，可是我永远都阻止不了。这就是历史的必然。2000年来，我的经历一次又一次地验证了这个道理。我不管那么多，为什么你那么狠心？我们一直在寻找你，你为什么不站出来？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吗？那是因为我。赵庚，
高耀，他要干什么？我可以证明，我可以证明他们活了两千年，我也活了两千年。这两千年来，他一直在跟我作对。你可以见到我跟小川，老哥会骗天下所有的人，但是老哥不会骗你。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我是真心对待的。如果这都是真的，我也不是在做梦。小川，你告诉我，你们怎么还能活在世上啊？是啊，而且你们看起来还那么年轻。是长生药，我们三个都吃下了长生药。长生药？你们一定难以相信，的确存在长生药。很多事情很难用科学来解释，就像你们眼前的这座宫殿，它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天宫的最深处安置着秦皇得到的一颗天星。这颗天星具有无穷大的能量，当它面对北极星的位置，也就是正北方的时候，能够产生强大的磁场，足以抵抗地心引力，支撑起整座天宫，并且能够让里面的东西都漂浮起来。据史记记载，秦始皇36年，东郡落下一颗陨星，难道就是这颗星吗？还有史记中也提到，这颗陨星上刻下了咒骂秦始皇的话。当初秦始皇一气之下就杀了附近的居民，还销毁了这颗陨星。秦始皇杀了所有见过天星的村民，就是为了掩盖他的特殊能力，而长生不老药也与这颗天星有关。当时有一位神医叫做崔文子，他就是用这颗天星的碎末配制成了长生不老药。我告诉你们大家，我在仇恨和痛苦中煎熬了两千年，这几十万个日日夜夜，你们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？老哥，我知道这些年你受了很多苦，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，我永远陪着你，我保证不再让你受一点苦。我也会一直陪伴着你的。各位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。罗拉，他的确是一个火行者的后人。啊？什么？火行者因为贪图荣华富贵，所以他投靠了我，把戒指和口诀这个秘密都交给了我。其实我的目的就是要以宝盒为诱饵，希望打开天宫，引出小船，最后再和你们算这个总账。
你的父母去世之后，我就收养了你，但这不是善事，我是在利用你。我不管什么家族的使命，什么利用和背叛，这都与我无关。我只知道你是对我最呵护、最关心、最亲近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对我来说，你比我的亲人还亲。我爱上你了。没错，我曾经是一个男人，但是如果经历过我这样的人生，除了恨就不会再有什么感情。我告诉你，我恨所有的人，我恨所有的人。老哥，我真的很理解你，可是你现在还有我，我们还有明天，你跟我一起回家去好不好？啊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重新开始？高兰，我经历过太多的重新开始，我受够了，我受够了。我现在唯一不能忍受的，就是我这个妹妹。我这个妹妹，我看她一天一天的衰老，一天一天的痛苦死去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宁愿死去。不，你千万不要这么想。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没有做呢。不错，我还有很多的事情没做。比方说小川的事情，你找到了艺术，你拥有了长生不老，你以为你就可以永远的幸福生活下去了吗？你想象一下，好好的想象一下，你的家人全都在你面前死去，而且都是因为你。有我在这儿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，所以呢，我在他们身上装上了这个高科技的产品，只要我按下去，他们就会注射瞬间致命的毒素。小川，老哥，不要！大川，大川，大川，妈，你没事吧？我怎么没感觉啊？我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啊？我也没感觉啊。你怎么样？我也没感觉啊，我没死啊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知道了，看来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失灵了，现在你的装置根本就没有作用。妈，赶紧把它们拆了。好的，拆了吧。来，把它们解决了。大川，你们不能过去，那边太危险了。大川，走，你赶紧带他们走。要走一起走，这里太危险了，我一个人可以对付他们。你赶紧走啊，走啊。大川，快过来。大川，大川，妈，
你们先走吧，我没事。小春，快走吧。啊，快走。别这样，大川，你们快走，快走啊！啊，走走啊！这老哥，老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放他们走吧。这就是你死我活，没什么话可说的。那就请你看在我的份上，放了大川他们吧。你为什么永远都是一口一口的大川呢？我现在问你，亲情、爱情，你选谁？老哥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不能没有你。可是大川，大川是我真心爱的人，我也不能失去他。小玉也对我说过这样的话。但是我只问你，亲情、爱情，你选谁？你为什么要逼我呢？啊！你为什么要逼我呢？你知道吗？你不在的那些日子，我有多么痛苦，我有多么想念你，我期待你回来，期待你回来啊！可是没有想到，你回来的这一天，一切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我保证，我以后永远会陪在你的身边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只要你放了他们，只要你放了所有人，好吗？老哥，我没有办法再看你这么痛苦活下去。你放心的睡吧，等你醒来以后，老哥已经为你除掉了所有麻烦。一小船昏过去了，快带他走，走。丹丹，好好照顾我妹妹，记住我的话，以后千万不要欺负她，要不然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
龙珠移位，玉石俱焚。这是命令，出去！你不要再命令我了，罗拉。你可以听我一次吗？你这样只会让我更痛苦。
朱俊，你越是让我走，就表示你心里越在乎我。我不走，我不管是生还是死，我都会陪着你的。你怎么这么傻？我们快离开这里！现在田心失去了福利，琼体没有了福利，他受不了山体的重量，马上就会塌的。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。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都是因为你们！我要给你们算账！朵拉，小心！我就知道你是在乎我的。罗拉，罗拉，罗拉，你怎么了？罗拉，我就要死了。不过在死之前，你终于拥抱了我。再不走来不及了，走。你小孙，你让我没有爱啊！我跟你没完。我们走吧。小心！抓住我！小川，别放手！小川。我终于可以带你回家了，你可以和我的爸妈还有大川一起生活。玉树，
玉树。最神秘的等待，星星坠落，风在吹动，终于再将你拥入怀中，两眼颤抖。玉树，相信我，不变的真心。千年等待由我承诺，无论经过多少的感动，我绝不放手。紧紧就就与我牵绊，这浮世之空盛开的花，说好了给我的永久，这一次不要先走，唯有真爱追随你我，穿越无尽时空，你会知道我等着你在千年之后，爱是心中唯一不变美丽的神话。对于观众来讲，这只是电影，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。但是他们不知道，这不仅仅是一个神话，还是一段真实。是啊，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一段真实，有这样一段爱情。你说小川现在在哪里啊？他说过他不想见面，但他一直在默默地关心着我们。啊，我的书呢，出版了，送你一本。小川也看过了，他说这是他读过的最大胆的考古纪实。这么巧，我的书也刚刚出版，还被小川评价为2000年来最美丽、最跌宕起伏的爱情推理。也送你一本吧。让我来吧。你没她漂亮。